水是生命之源，我们生命的每一刻每一秒都离不开水。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为澳门居民提供干净和优质的饮用水。80年代前，澳门的饮用水供应服务仍然强差人意。婆婆来了那里40多年了，但以前是没有水喉的，是担水吃的，还有街喉。咁街喉之後咧，咁啊慢慢即係啲人可以同政府申請啲水錶啊，每家每户都教啦，教到唔使擔水，等到人哋樓下唔開，樓上有水；樓下開人哋樓上冇水，咁樣即係樓下著數啲。問題一直到咗1985年先至得到解決。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以其專業嘅管理同技術，獲得咗澳門政府一份為期